欧阳妮妮受到华航罢工影响，回台时间拖延，但说要道歉却又被爆料，她在私人脸书大吐苦水。 官方脸书道歉，网友不买账。根据平媒体报道，欧阳妮妮在私人脸书大暴走，对网友呛瞎说她自己犯的错，最是要道歉的对象就是父母。现在扯的是什么？欧阳妮妮讥讽网友不爆料可能会憋不住，她自认没有说谎，轻则自轻，还说爸爸曾耳提面命。实际上，坏人很多，但她仍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。话语看起来非常呛辣，但说同学代考打脸说枪手是校外人士的，可是校方并非网友。 作弊又说谎，欧阳妮妮之前接下的百万代言，恐怕得面临厂商解约求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妮妮，在六弄咖啡馆里面，我饰演的是。 蔡欣怡除了代言，主演的六弄咖啡馆七月即将上档，代考事件恐怕影响票房。片商表示会暂缓宣传，但不至于撤掉戏份。如今欧阳妮妮人还没出现，用脸书反呛，火还没灭，再交一把油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